去年是大阪飞脚最忙碌的一年，联赛、联赛杯、天王杯、泛太平洋锦标赛、亚冠杯、世冠杯等等，300日里面打了61场赛事，认真犀利啊！虽然赛程紧密，但飞脚仍然发挥出不错的水准，夺得球会史上第一个亚冠杯的冠军。他们亦都是亚冠杯史上第一支作客全胜的球队。联赛方面，由于巴尔在季中离队，以及球员受伤病的影响，最终的排名只是得第八啫。不过就成功捧走了天王杯，保住下届亚冠杯的参赛资格。今届大阪飞脚收购了神户胜利船的次席射手领安道蒙迪拉，亦都有重返日职联的前清水三小入球王曹宰津的加盟，以求在前线方面加大力度，挑战各项的锦标。